forma de mostrar amor. Yo me propongo a entregarlo todo y a cumplir con tu amor incondicional. 我是一个小说家，因为创作题材，最近的生活全都陷入疯狂的故事当中，变得十分诡谲阴沉。越投入写作，思绪越混乱，像是另一种声音，另一个口吻。越接近结局，似乎越黑暗，完全不是自己的语调，说着故事情节。 甚至怀疑有另一个自己同时存活在身体中，或是我不断挣扎，那种压抑的感觉很真实。故事中的 主角是一个大学生，他是一个交换学生，来自巴西。他有着无邪的笑容及纯真的外表。我想， 他是来自爱神的力量，他给我的爱，深深触及我的每一寸灵魂。 下午，发现自己跟自己开始对话，异常的不同，我们激烈。我很害怕，试着求神对话，直到失去生命才松手。但每一次结束，似乎又带领我进入另一种更深的体验，确实别沮丧。 他愿意离开城堡，进入我的森林，让我细心的照顾他。外面下雨了，请你不要沮丧。 在你开心的同时，我双眼的泪早已流尽。这场雨是我造成的，我的难过在于你的沉默。也许目前你无法体验爱的真谛。 日落之前，会天亮。